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豆豆落在睫毛上的土，才发现熟悉的也会生疏。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，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。想得太多，梦得太多，我糊涂。想得太少，梦得太少，我盲目。想低声说去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想低声说去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啊，您这得上中央开会去了。上街道。我看您这身打扮，还寻思您直接就奔中南海了呢。知道门朝哪边开吗？坐北朝南。你少讽刺我啊。这个今天街道上开一个老有所为座谈会。嗯嗯嗯。你于大妈非得让我去听一听。哦，我忙啊。嗯啊，本来不想去。嗯，后来一考虑。哎，行行，您别谦虚，我知道您一听开会就来精神，有病。嗯。喂，找志新啊？你是艳红吧？嗯。不是啊。哎，那你是谁啊？哎，喂，是你？喂爸，您赶紧开会去，都等您做报告呢嘛。谁来的电话？一同学。替我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问好啊。喂，刘颖，真是你吗？哎呦，想死我了。啊，八年了，别提他了。怎么样，在美国混得怎么样？怎么着？你在北京呢？啊，马上过来！真的。亏你还问得出口。咱俩分手那天，我上身穿一短袖衫，下身是……怎么着？让我现在这身打扮去接你？今儿可是刚停暖气呀！啊，能，哎，得嘞，哎，没问题，肯定你一见我面就往我身上扑，拦都拦不住。那就这么说好了啊，赶紧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！哎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去了，我看他是要疯。
爷爷给我买的，让我一人吃。胡说，来，什么东西？应该大家分着吃。就你们现在这独生子女，我那馋过了他。爷爷别买这货市场难吃。肥皂，圆圆。你敢用肥皂做成糖骗你小姑吃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吴小吴，你真不识逗，逗你玩的，又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就能吃啊？你给我喝杯洗涤灵，我看看。别，你也敢欺负小姑？等你妈回来，我非得告诉你妈不可。你告谁我都不怕，你忘了今天几号了？四月一号。嗨。愚人节，差点忘了。自己上回到也不容易忘了，这不印象深刻了吧？嘘，那是。现在连喘气儿都是一股肥皂味儿。我做主，我这拿那客，我先走。实在扛不住了，就是克林顿来我也不等了。瞧你冻的，圆，快拿那个摆摊根。跟二叔，快！哎，小张，小张，把我那军大衣给二哥拿来，快！还记得刘颖吗？刘颖，啊，就是你高中的亲密战友，不是去美国了吗？今儿回来了，来电话说让我在楼底下等他。好家伙，溜溜等一多钟头啊！刘颖倒没等来，把刘感等来了。哎，好，还是我妹心疼我。那是。哎，这药苦吗？哦，没事，反正有糖。哎，圆圆，这糖可是小姑花10块钱给你买的，谁让你七送八送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那，高级糖我怎么就不能吃啊？外观还差一点，味道怎么样啊？不错，好吃。可能是刚吃完药，嘴里这苦劲儿还没过呢。得亏吃点糖，要不然这苦劲儿还不定得多苦。就这还有点压不住。不对，我还没喝呢，这药。打开国门的时候，怎么能把苍蝇也放进来呢？学习外国是好事儿，学人家的啊先进经验，学人家的管理，你不能什么都学呀。人家外国人还光着身子满大街溜达呢，你也学。愚人节，那都是外国人吃饱撑的没事干想出的馊主意，咱们眼巴前连温饱问题还解决不了呢，学那干嘛？他弄我这一嘴子肥皂沫，还乐你。二哥，你别生气了，骗你吃肥皂总比骗你在外面干斗一钟头强吧？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啊！那是刘颖给我打的，他不会拿我开涮吧？还用问？也不看看今儿什么日子？要我说呀，这人还算照顾你，没让你穿一裤衩背心到外面罚站去。刘颖绝干不出这种损事儿。谁呢？这人肯定躲在附近偷偷乐呢。郑艳红，要不是他我磕死。只有他知道我跟小颖的关系，打中学就想拆散我们，今儿肯定是阶级报复，不行我找他算账。哎，别，二哥，大愚人节的显得咱气量太小可不行。咱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是说让他也上一当？对啊。干这我可拿手了，咱们给他来一个换房。换什么房？圆圆，拿笔纸。快点去，快！我跟你说，今儿我要不让他们家挤破了头，算我贾志新没能耐。写，本人现有3居室住房一套，
使用面积50平米，有双水，有双气，有电话。因本人工作需要，欲换本市平房一间。面积12平米上下即可。三环路以外优先。无煤气儿，无上下水儿，油价。漏雨背阴儿更好。有意者请速来联系，联系人郑艳红。好嘞，您晚点回来。那我们等您吃饭。您是我爸吗？爸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开玩笑呢。这日子也分不清真假了。哎呦，好嘛，差点没把我给急死在外头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现而今这公共交通它就是成问题。公共交通倒没问题，咱这楼道交通真让人受不了。好家伙，你大哥比我下班还早呢，还在外面挤着进不来呢。这就对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小姐，您别拽着我呀，我看合不合适啊。202在对面，这是201。哎呀，哎呦，艳红啊，来，快进来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进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大哥？啊？怎么了？哎呦。不知道为什么好几十口的人挤着往艳红他们家冲。都是给你说对象的吧。啊，别闹了，你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把这玩意儿贴得满大街都是。从中午开始你家就没断了来人，这会儿那队都排到院门口了，我爸吓得连家都不敢回了。不在你们家躲会儿吧。你们家就这种换房啊？傻小子一个呀。你们俩干的。哎，我去，你别来劲，小红。我跟你说，今儿你骗我在外边等一多钟头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那我就骗你一人，你把我爸都捎上来。你以为我爸躲得过去吗？等我爸回来也骗他一道。就你说好了，说好了，必须就这么定。什么呀？我可先说去，你们要捅了娄子，我不管兜着。刘元志，我没你事，你做你的。行。小凡，叫爸来吧。你接着说。爸，爸，吃饭了，我都饿死了。不要催嘛，刚开完会，总得把会议的精神消化一下嘛。您还是先消化一下饭菜吧，会议精神不忙，搁几天也坏不了。哎，爸。今儿您没在家呀，局里好几个电话找您。哦，啊，对，我也接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找您的。哦，哼，平常一个月也不来一回电话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乱子了？我早就跟他们讲过，遇到重大问题先跟我们老同志通通气啊，不要等出了乱子再来找我们。不听吧？哼，好像也没出什么乱子。就是吧，好像局里想成立个什么总公司，想请您去当什么什么总经理。哦，不会吧？我这个年纪已经退下来了吗？不，他说这个职务啊不受年龄限制，关键看您身体盯得住盯不住。哎呦，一个劲儿跟我打听您的身体状况。哎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？对组织上，我从来就实话实说。这怎么可以实话实说？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就说，我爸目前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，体力明显下降，掰手腕子连我都掰不过了。原来您做仰卧起坐，一口气能做50，现在也就48。您。在少林寺练的那个二指禅也不敢天天练了。
啊，现在练也对脚脖子上拴根绳儿。好，还是实话实说好啊。这个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他们还能说什么呀？就盼着您重新出山呢。还是他们有点眼力啊。这个不过我这岁数，事关重大呀，志国，你说呢？嗨，爸，您甭听志新他们。哎，大哥，吃菜，吃菜。爸，其实呢，志新他们也是误会了哈，就是局里请您重新出山呢，也没给您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，就是让您啊指指路，把把舵，引引航程。啊，要不然他们心里没底是吧？还是治国的眼光敏锐啊。不过我这心里也没有底。和平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吧，就总经理算什么呀？您怎么着也得再兼个董事长啊，是不是？和平这个意见很重要。不过局里的老同志很多呀，有工作还要大家分担嘛。嗨，爸，您就答应他们吧，全当您是吃苦受累积德。人民的小女儿把您抚养大，您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，虚度光阴，对得起谁呀？您个人受点损失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关键是国家不能蒙受损失，您说呢？对，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尖锐嘛，值得反思，值得反思啊。哎，爷爷，怪不得当年日本鬼子老想抓您，原来你有这么大本事呢。啊，对，连圆圆这样小小的年纪也学会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。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敌人都不敢小看他，那就说明这个人是真正的了不起的。泛泛而谈，泛泛而谈。爷爷，您就大胆地往前走，家里有我。啊，对。小张这个阶段成长得也很快嘛。爸，您看大家伙儿意见这么中肯，您就赶紧拿个主意吧。啊，对。我马上就去。哎，别，不是我那意思，就是说今儿已经下班了，要不然咱明天再说。啊，又要走上领导岗位了。这个头脑空空啊，总得武装武装吧。趁着天还没有黑啊，我先到这个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去看一看，哎，有个感性认识，然后再买一些啊参考书籍，上升到理性阶段，反过来再指导实践，啊，人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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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，您总是天天工作到深夜，您家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。是啊是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工作了啊，都60多了，
再不努力工作，对得起谁呀？来看看爸爸买的参考书啊，领导管理，现代人才管理学，危机使用三日通，还有这个危机使用入门。我的天哪，爸，看得懂吗您？哎呀，看不懂才要学嘛。你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吗？啊，小凡，好好好好，爸，您学您学。哎，我困死了，不打扰您了。哎，哎，我学，我学都会吗？我。爸，您批评我吧，都是我不好。也不能全赖二哥，也有我的责任。我也不好，我没拦住他。哎，都怪我，一直劝您嘛，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都做起检讨来了。啊，志国啊，待会儿你上班的时候绕一下啊，到我们局里把这封信交给小马。啊，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关于本人不再接受任何领导职务聘任的请求报告，把您这个昨天我考虑了一整夜，我这个岁数，这个脑筋，这个精力，恐怕不适合再担任过于繁重的工作了。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干一点嘛，啊，我们老同志给你们把把关，出出主意，当当顾问也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真的把我们要推到第一线去啊，恐怕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的啊。爷爷，您别不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我还是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，享享天伦之乐嘛啊。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，兜兜睫毛上的土，才发现熟悉的也会生疏。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，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？想得太多，梦得太多，想得太少，梦得太少，我盲目。想低声说去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想低声说去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
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走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哭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看看留在背影里的路，才明白模糊的也会清楚。就算不小心失约了早晨，总会还有下一班车带我去忙碌。想得太多，我糊涂。想得太少，我盲目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想低声说句不在乎，可会飞的心总是在高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，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。